手指游戏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安琪老师。你们有没有吃过山楂呢？其实呢，山楂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红山果。那今天呢，安琪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手指舞，名字呢就叫做红山果。让我们一起动动小手，活动起来吧。树，一座房子，一条路，一座山，一条河，一只小船，一个我，一颗心，一把火，一个木瓜，一个你，划着船过了河，你在水边看着我。学完之后，是不是小朋友们都非常想吃山楂了呢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要去吃红山果啦！我们下期再见吧。